现在是晚上7:50，正在准备去 Orange County。今天晚上拍一个戏，9点到9点，大夜通宵的一个戏。我演一个餐厅的老板，剧本还写的还蛮不错的。昨天 rehearse 了一下，然后今天也找那个我的对手演员也 rehearse 了一下。现在我就要开过去，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开到那边就差不多9点钟了。待会我们到那个拍摄现场再继续给大家拍。很快就要到了，今天的 location 是餐厅，就是我的餐厅，我是这个餐厅的老板。拍过大概2次餐厅的老板吧。对，这是第3次演那个餐厅的老板，然后之前还有演过理发店的老板。这附近就是我经常来冲浪完之后来吃饭的地方。待会还会见到我一个好朋友 Kev，以前合作过Record 主演，他这次也是演其中一个角色。待会马上会见到他们。然后突然有个想法，今天会从9点拍到9点，明天早上九点就会比较累。然后后天的话，我是从半夜3点拍到大概8、9点，所以那天的话会相对好一点。那我就想拍完之后直接去冲浪，因为早一点的话那个浪也比较好，而且不用10分钟就到了那个冲浪的地点。很潮湿。快到了。这里左拐就进去了，就到了。我就在这里。看到没有？北京小馆，北京小馆，就是这个。哦，已经有窟窿正在，卸车。北京小馆，锅贴、水饺，我的店。待会进去收拾一下。今天算来的早10分钟左右，他们还在 set up。那这样的话，早来的话的好处就是可以早一点熟悉一下，不至于待会浪费时间。我稍微等一会儿再下去。这边的话是越南人居多的一个区，所以很多店都是越南文的，越南超市啊，越南的餐厅啊。中国人的生意也有一些，刚才过来有个京都海鲜，然后还有一个超市，写着中文的超市，估计是越南华侨也有可能。看是谁？Short and sweet, so we can get to work. First thing we'll do is we'll go ahead and introduce ourselves. I'm C. RPA, audio production designer. Who? Gaffer. Michael Finger. Oh. 你吃了什么？你点了哪个？哎，你好，你好。然后我们再来从头到尾顺一遍。好。老板，等一下就拿他自己的，就拿自己的牌。是吧？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个，可不可以让他？对，明显的。这个在哪？是在哪？谢谢老板，你人还不错嘛。
这边大学生很少的，别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现在是半夜啊，快一点钟。这边因为靠近海，所以雾很大。这个吃起来像中餐的酱牛肉，但是这个组合就有点不像中国。刚刚吃完面，拍戏要吃了三碗面的故事。这个面看起来还不错，实际上对手演员特别不喜欢吃面，我都替他难受。后半夜了，大家都开始困了，可是精彩的戏就要开始。No trigger, no mechanism at all.No chance of any accidents or anything like that. So, totally safe. And as long as you feel comfortable with it. Do I get one? Why are there two? Zero. They don't have it. 不知不觉天就亮了，我们的戏也就拍完了。马上八点钟，早上的八点钟。昨天是八点钟从家里出发，所以正好是12个小时。啊。拍完了，今天拍完了，然后明天的话就半夜3点钟要过来，然后大概拍3-4个小时，可能就比较，明天就比较轻松了。OK， 今天大家都还挺努力的，然后那个导演也非常棒。